听众们好，这次说三个广东的招待级的名酒，就是广东三叶、梅露叶、飞霞叶、凤城叶。那喝这种地方酒呢，关键是喝特色啊，不和名酒比标准化，能不能喝出特色，我一个一个说。先说梅露叶，这是吴川市的酒，是酱酒，那技术是从茅台学成之后回来做的。这个酒150啊，金装国标53度，那喝起来我是真喝不惯啊。哎呀，就一股烧焦皮的味道啊，焦苦气很重，口感发稠，有点甜腻，有点腻乎。这酒倒是不算刺激，但味道这种特色就不愉悦啊，不好接受。再说飞霞叶，飞霞叶也是酱酒，是广东清远的啊，也是学习茅台技术做的。那这个酒据说以前是广东的外事接待指定用酒啊，210块钱。53度的金装起标酒，喝起来这酒是可以的啊，有特色。这个酒的香气很挺啊，有一些冲，味道好，是酱甜为主的复合味道。酱焦糊的搭配也不错，它的风格就是过去啊老派那种酱酒，这味道香冲啊，酱甜，口感烈，后段苦，中后段衰减的快。这个酒是210块钱，价格我觉得还行啊，至少算中等。再说凤城叶，凤城叶是顺德的，这酒过去是尖香，那现在新酒不是了，新酒是浓香。出凤城叶的这个酒厂和另一个广东的酒，叫红米酒，这两个酒是同一个厂出的，就是顺德酒厂。那红米酒我会放在以后的广东省横评来说，这次说凤城叶。凤城叶原料是三粮，是高粱、大米、小麦。那这个不常见，浓香要不就单粮，就高粱，要不就多粮。那多粮主要就五粮有往上加的，那比如说6粮有舍得酒啊，9粮有滨河酒，甘肃的。那往回减的不多，凤城叶算一个。我喝这个酒，它是有舒服的米甜感，就有点米香和浓香的结合，味道是清纯恬静，挺好喝，口感轻柔，没什么高级感。那作为浓香呢，这酒它在窖香啊、浓郁这些就浓香酒的体会上不多，那酒整体比较淡，保持长度比较短。总结就是一瓶风格清淡啊、味道米甜的浓香酒，还是挺好喝的，有特色。这酒38度啊，150块钱，我觉得不便宜啊，150块钱度数又低，那虽然特色有，但不是特别鲜明，没啥高级感。这就是广东三叶。那做这期视频呢，说自己体会，就是想酒友去广东啊，当地的朋友招待或者自己买这种地方名酒，有一个参照。那更多省的地方酒，我会放在各省的横评里再细说。东白酒，看白酒言。